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，院长？这个是报上最近最疯狂的选择题，对不对？红了，就是颜色的识别啊，有些时候是跟那个，这是一个认知心理学上的。你就跟我讲什么颜色就好啊？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的是黑的跟蓝的了。啊，你看到黑的跟蓝的，那个法务部，我也是，我也看到黑跟蓝。那个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也是黑的跟蓝的。你看到的呢，邓部长？那个黑色蓝色。好，可见你的看法，你们四位的看法跟全世界网络调查是不一样。全世界网络调查230万的人都说是白金色，110万的人才说是蓝黑色。这是谁？你看看帅不帅嘛，你自己看看啊，这英姿好不好看，请委员指教。你看多帅，这张照片我把你学得像这个演员，帅不帅气？委员，这个不能比，很帅气，对不对？你不仅学富五车，而且非常的帅。